小时候什么怪怪的声音，他送我不乱鸟这首歌。不行。对，那声音好像我是第一次听到。哎，我假如打杰出王没有一次到31，那表示我的武器修正没有跟那个一样，是不是？对，有可能。就全部都先拿一级的感觉，一级的就不，一级的就没办法直接31啊，是吧？对。真的啊，我打杰出王，秘密钻石根本就没装。我有装啊。去看一下有比较好。我之前想说我也有装那送王冠，然后怎么等级都没上去，还是这样才考个一秒钟吧。哇，一起装备啊！我就是没有带那个啊，特别装备。有啊，有带啊，带着应该是带着一半的。没有，我带特别装备。第一场也是那个超过14级，我在打一场这个火龙就接上。阿赞，我要打冰雪。阿赞，好，等等，我打完了。